全民诉讼，全民诉讼，全民诉讼，还有我在，还有我在，还有我在，还有司法主义，还有司法主义，反对人大八三一决定，反对人大八三一决定，我各位同志，你唔使保护佢，你有开会，开会最重要。是中共政府透过他的政权机关对香港立法会事务和选举的一个践踏。我是正话希望去到我们原来开会的地方表达我们的意见，但是因为很多保安人员阻止，我们不想伤害你的身体。我们都是人，我们是不会为了达到我们的目的去伤害其他人的身体的。我们不进去不是代表我们怯懦。我再讲一次，我们的抗争是不会停止的。在個法庭的判決咧，都做了一個禁制令，直情係好清楚禁制令。啊，佢哋唔可以用議員的身份做任何嘢。其實就包括，如果佢繼續開會咧，佢係有可能咧就係、是、藐視法庭嘅，因為呢個禁制令係好清晰嘅。咁所以依樣要小心。